皇上驾到！朕从没见过刑部审案，所以今天过来凑凑热闹。您不必理会，继续审就是。这。杨光贤，你还有何诉状？回皇上，回大人，当然有。唐若望，子期乃我朝廷创业之吉祥星宿，而你在子期、罗侯、冀都、岳备这四项中，为何独善此计？是何用意？怎么样，打不上来了吧？唐柔王，你擅我大清吉星，就是除我大清之必因，这不是意图谋反是什么？唐柔王，你这妖师披着圣贤的外装，辱我大清的英名，只要是大清的子民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什么是子期啊？皇上，子期是什么星宿啊？皇上，小民知道，子期就是吉祥的星宿啊。回皇上，子期乃小彗星在空中，数月后即散，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的子期。其在天上，预测则无相可明，预算则无数可定，欲论数则无理可据。这些明明都是前人妄加的，所以汤玛法才没有在实现力中存留。既然是前人妄加的，当然应该删除了。满天星宿皆拱天而不动，其中唯有日月金木水火土可动，唐柔望却说28星宿动而不在原处，可见他根本不懂星宿。风动天，自东向西移动，上列12宫，因此自古不变啊。荒谬，你这是邪说，简直是荒谬透顶，荒谬透顶。没事，只是杨贤士说得有点重复，让朕感到困顿。皇上恕罪。哎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麻法，你刚才说自古不变，那便怎样？众星天是自西向东移动，只是移动甚缓，需经数十年、数百年、数千年，方可察觉。哦，众星宿向东移动，久而久之，自然会与宗洞天错开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皇上学会了很多东西，这便叫岁差。皇上，所谓子母卯酉四宫，则为不动者；青房千昂，则为可动者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杨光贤，你明白了吗？回皇上，曹民当然明白，只是你明白了吗？臣不明白。你呢？臣不明白。你明白了吗？不明白。你们都不明白，那怎么知道谁真谁假，谁对谁错？皇上，臣等对天算确实涉猎不深，案件如何审理，还请皇上明示。就是嘛，你们都不精于天算，以至于这案件审了这么久，也审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这样拖下去，也是浪费时间。其实，要辨真假也很简单，随便找一道天算题目，让各种历法比试一下，不就能辨出真伪了吗？皇上还说了，根据时限历记载，再过四天就会出现天狗吃太阳。届时只要把西洋时限历、大统历、回回历这三种历法比试一下，测试天狗吃太阳的准确时辰，自然分出上下高低，
比这么争来争去的简单多了，也有意思多了。比试什么呀？有什么好比试的？根本就没这个必要。哼，准又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告的不是别的，是要告他以立法谋反。可是状书里也列举了他十大天算谬误，皇上所说的虽然有点匪夷所思，哎，可是也不无道理是吧？啊，我恰恰担心这个。倘若汤仪胜了，我们怎么再审下去啊？苏大人，您过虑了，他绝不会胜的。相反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，让老夫在世人面前揭穿他天算家的假面具。他输了，皇帝自然没话可说，太皇太后也没话可说。这样我们给他定罪就理所当然，顺理成章。臣叩见皇上。免礼。对了，马法身体怎么样？药送去了吗？回皇上，皇上所赐之药下官已送到刑部牢房，只是唐马法他确实病得不轻。那唐马法对比试还有信心吗？天算比试不过是相互切磋，胜负并不重要。马法，这一次的胜负那可是性命交关呐。老夫已是残木之年，就是少活个一年半载的也没什么大不了。不过那天比试对你们四位很重要，对社稷更重要。凡四位上赴皇上，天算比试，老臣会尽力而为。好，马法既然这么说了，咱们就一定能赢。天算案能有这次转机，全靠皇上睿智，对臣等宠爱有加，臣谢皇上圣恩。谢皇上圣恩。哎，好了好了，马法是贤臣，朕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而且朝廷急需你们协助，不用谢了。谢皇上。皇上为什么要提出来比试天算呢？好玩。就是为了好玩？就是好玩。可是好玩的事情多着呢，为什么不玩别的，偏偏就喜欢玩这个呢？因为这个最好玩。都说人的命天注定，人算不如天算，这回人把天上的事儿算好了，然后让老天来验证人到底说的对不对。哼，想想就有意思。就是这些？就这些。黄毛毛，嗯，这次比试你认为谁会胜？你希望谁胜呢？谁胜谁负无所谓，真的假不了，真理自然会胜。真理不一定能胜，权力一定能胜。我最讨厌这种话了。可早晚你会明白我今天说这话的道理。眼下还是那句话，要多看少说，要学会防楚人。黄某，如果没别的事儿，索儿先告退了。好吧，下去吧。恒波，累了吧？怎么在这里睡觉啊？来，起来。恒波，
你怎么了？恒波，来，你起来，咱们走。恒波，你醒了。什么梦？梦里好似千海外，最终不觉到江南。思想吧，等这里的事儿一旦料理完了，我就带你回江南。3月3看桃花，我们俩一起到龙华寺看桃花好吗？好，我累了，我想休息一下。各位大人，依你们看，今天的结果会怎么样？哼，日食，都说是天狗吃了太阳，可天狗在哪儿啊？什么时候出来呀？这天地日月的大事儿，咱凡人哪能说得清呢？唐伯伯怎么样了？回皇上。马法的病更加严重了，胸闷气喘，时常昏迷，好在今天刚见起色。叩见皇上。四座。这谢皇上。启禀皇上，时辰已尽。开始吧。这今天是日食之期，由无名以回回历，阳光仙以大统历，唐若望以西洋历推算日食时刻，为事公允，礼部已委派官员从福禄堂及鬼影堂准确报时。现在是未正一刻，距离无名以回回历算得的日食时刻还有2刻，请皇上、诸位王爷大人目验。刻到，福禄堂传未正二刻到，鬼影堂报未正二刻到，鬼影堂报未正二刻到，未十二刻到，距离回回历推算时刻还有1刻。福禄堂报未正3刻到，鬼影堂报未正3刻到，未正3刻到，回回历推算10刻到，推算的时刻会更准的啊。
虎落堂报，申时出刻十分到。鬼影堂报，申时出刻十分到。申时出刻十分到，大统立推算时刻到。不会有日食，没错，先是西阳历推算的今天有日食，我们回回历和大统历这才跟着推算，可见西阳历蛊惑人心，绝不可信。依我看根本就不用看了，阳光灿烂哪来的日食啊？对呀。虎落堂报，申时二刻十一分到。鬼影堂报，申时二刻十一分到。申时二刻十一分到，西阳历推算时刻到。张了，待会儿我们去刑部大牢把他接出来就是了。哎，坐会儿吧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天算比试礼部的告文下来了。启禀老佛爷，天算比试结果下来了。三派天算学所测日时时刻都对了，西阳时现历更准确些，其他两派也仅仅差两刻三刻，时不足以区分优劣，礼部因此下判，三派天算历法不分高下。这不是耍赖吗？明明是西洋历法赢了，怎么能说都赢了呢？对，是耍赖，而且是明目张胆的耍赖。礼部闻告，虚惊议政王大神会议批阅，最后做主的就是首辅。索尼不在，那做主的就是苏克萨哈了。苏克萨哈，简直胆大妄为！我说苏大人。你可真是胆识过人呢、判三派和局平手，实在令本王佩服啊。要成大事，就敢与天下为敌。只是这样一来，就要得罪皇上了。要那样，可就麻烦了。皇上盛怒之时，
谁又摁得住他？弄不好又不知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。希望皇上不要做出什么不君之举，否则天下大乱，那这朝政不就得由你苏大人这首辅全权处理了吗？更有甚者，或许会引致变天。但愿不会如此吧。礼部判三立法不分胜负，阿玛，你看如何是好啊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，太不像话了！这分明是掩耳盗铃，指鹿为马。哼！这天下还有法理吗？静修兄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这是礼部发的文书。是啊，那又能怎样？不是礼部和刑部同发的啊，也就是说刑部还没有出，鼎咨兄还没有定案。皇上和老佛爷明摆着是袒护汤若望，阿玛要不要借比试一试，上一个奏折保奏汤若望，以示忠贞？不必不必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还不是时候，姗姗来迟才显珍贵。既然已经隔岸观火，那我就要观火到底，让他们摸不透我的心思。啊！大人，大人，熊自旅熊大人已三次差人来请大人过府商谈。知道了。禀大人，宫鼎咨尚书大人求见。他来了？是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老宫大人光临寒舍，来来来，走走走。谢苏大人。看茶。宫大人过府相访，所为何事啊？下官前来只为天算案一事。哦，什么事啊？天算案下官乃主审，定案判决需由下官把持，其他宗室大臣不得越俎代庖，妄加断案。那是当然了，礼部所判乃天算测试之结果，与本案无关，这个重担自然还要落在你宫大人的肩上啊。得苏大人一句话，下官就放心了。哎呀，宫大人真是难得到府上来一趟啊，本官有一件事一直在犹豫，不知应该如何办理才好，想请大人参详一下。下官不敢。洪大人请过目。圣旨，刑部尚书宫鼎咨，克廉克己，才干出众，审理天算一案有显其才，现册封为文华殿大学士，赏三眼花翎，钦此。
这里。哎，龚大人先别急，还有另外一道。为龚鼎孜，为盛京总督亲赐。盛京乃大清发祥地，是福祉啊。龚大人审理天算案辛苦了，到盛京当总督主播是清闲呐，可让龚大人休养生息，养精蓄锐，再为朝廷效力呀。不过这两道圣旨可都还没有预喜呀。哎呀，本官也正为这事儿发愁啊，究竟应该怎样奖赏龚大人你呢？这天算一案，如果龚大人审判得宜，得满汉大臣的称许，那么当上文华殿的大学士就能成为汉官之首，统领满朝文武，大权在手，随心所欲。反之，一朝为官，首重和衷共济呀。若龚大人判案不能被臣工们认同，本官只有让龚大人外放关外。这两道圣旨，哎，龚大人，你说本官应该颁哪一道？辅臣秉国，我朱批之权，下官不敢妄言。那天算案，苏大人放心，天算案本官一定秉公办理。哎呀，龚大人和龚夫人是情深意重啊。龚夫人贵体虚弱，这关外天气寒冷，就是彪悍之士也很难抵御风寒。若夫人迁居该地，恐怕两三个月也熬不过呀。谢苏大人关心了。怎么，你决定了？天算一案，下官可以判得您苏大人满意，可是下官还有一事相求，还望苏大人成全。什么要求？说。哼，鼎孜兄果然在此啊。三位大人这么晚了还没回去休息啊？我们收到消息，说你被调到江南去做守巡道，是真的吗？确有此事，圣旨已经下来。守巡道乃从三品，这是把你连降二品，这苏克萨哈也太猖狂了。别提那个苏克萨哈了，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，是在下请求的。你这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呢？这天算一案正值紧要关头，你这一走，那苏克萨哈更是为所欲为了。鼎孜兄，你倒是说话呀。孙大人，鼎孜兄的此番举动必有他的道理。哎，闻说尊夫人抱恙了，还好吧？鼎孜兄，算了，你还是早点回去陪陪夫人吧。谢谢三位关心，只是我马上就要起身南下，得把一些事情交代下来。哎呀，你这一走，哎，这天算案不知会有怎么个结果呀。其实天算一案的判词在下已经写好了，这是判词，明天送到吏部通告天下。刑部审讯没有结果，要交殿前御审。好，好，怎么个好法？
以现今状况，就算顶子兄判唐玛法赢了，苏克萨哈也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他肯定要千方百计地纠缠下去，把判词打发回来。可是玛法已经病重，不知道能熬多久，是不能再拖下去了。殿前御审不管怎么定案，是杀了还是放了，肯定会有个结果的，这样玛法他老人家再也不会受罪了。可是殿前御审也只是拖延，到时候还是由苏克萨哈主持，那汤玛法也只能是多活十天半个月而已。也不尽然。顶子兄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事到如此，局面已是不能挽回了。不过还有一人或许能挽回形势。谁？皇上。皇上虽是幼虫之年，但往往在我们无力之际，他会想出一些匪夷所思之法来。天算宴是非难以判断，又无法拖延，可就在事情焦灼之时，皇上却想出一个鄙视的法子。这次我们的胜算尽管依然渺茫，但这是我们最后一招了，所以我就拿御审跟他做条件。苏克萨哈觉得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就应允了。这也是我们扳回天算一案的最后一次机会了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老爷，老爷，大人，熊大人派人前来，请大人过府相见。大人，熊大人派人前来，请大人过府相见。知道了。恒伯，恒伯。最美的疤痕，丁子，以后恒伯不能再伺候你了，不能在丁子郁闷的时候陪你喝酒聊天，为你解闷。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，永远都不会，不会离开我。我们相处这20多年，你给我的恩爱已经足够我享受下半生了，足够了，足够了。顶子，真想再和你一起写一次桃花。我不行了，顶子，我心里很遗憾。
你看到过吧？这是我们和解的桃花。你跟我和解的最后一幅桃花。没有遗憾，不有遗憾了，安心的去吧。夫人前天就去世了，在下只是不想把天算一案判决跟夫人牵扯上任何关系，所以在事情告一段落后才开始发丧，还请几位见谅。哎，哪里话呀，鼎子兄严重啊。鼎子兄公私分明，实在令在下钦佩。后天便是预审之日，希望马法身体平安，能做的在下已经都做了。好了，送君千里终一别，三位请回吧。悠悠洛阳道，不知此会在何年。沙坪水兮声影绝，一杯香烛君当歌。鼎子兄多保重啊。不用问田园，实在归来故旧欢，只盼相逢时啊。万点落花周一夜，再得相逢第二场。鼎子在江南恭候三位，再促膝同醉。好，鼎子兄一路保重啊。一路保重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顾鼎子，臣在。跟你说句心里话，朕很讨厌你。臣无才无德。别废话，你有才有德，处事严明，是个好官，也没辜负你夫人对你的厚望。朕讨厌你是因为你性格拘谨，跟朕性情不符，可是这是好事儿。如果天下的臣工都跟朕一样，随心所欲，任意妄为，那天下必定大乱。朕虽然讨厌你，却又不得不器重你。朕给你两年时间，两年之后你再回来，朕就该亲政。你回到朕的身边，说一些让朕讨厌的话，做一些让朕讨厌的事儿，让朕气得咬牙切齿，却又不得不听你的。臣谢皇上恩宠，只是臣真的累了，只想回江南替皇上办点闲差也就罢了。龚鼎子，你这是第一次讲出你的心里话。好，既然你这样想，那朕还是不答应。你就甘愿这样埋没你的才华？你的夫人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吗？你回答朕。其实没有微臣，天下也会大治的。皇上聪明睿智，
定是天下无双的圣主啊。好，当然，我当然会成为天下无双的英主。不过，哪怕我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需贤臣相助，方能成就盛世。一品诰命夫人，得罪了。宫大人，我看你去答应皇上吧。你要知道，要让皇上讨厌的后果该是多么严重。杀了你，皇上当然不会。但是我想，皇上自有办法把你给逼来。比如呢？比如每天赐给他一个符禁。管用吗？当然管用。哎，你说说看。宫大人对夫人素来一往情深，肯定不会亲近赐他的那些女人，但是皇上金口一言，说女人都是烦人的。对对对，啊，对对，女人最烦了，让那些女人每天缠着宫大人，烦都烦死了。对了，再不就让那些女人把宫大人的家当都吃光了。宫大人是为官正直，两袖清风，本来没有什么家当，等把仅有的家当都吃光用光了，宫大人是不是要乖乖的回宫当差呀？好，这个主意好。嗯，哎，对了，第一个先把樊月送过去。宫里子，这法子怎么样？谢皇上的恩典，至于福晋，微臣今生就不要了。不过，只要皇上一声口谕，臣即刻回京，为皇上分忧解难。万死不辞。好，行了，快上路吧，别总在朕面前晃了。宫鼎子，你记住了，朕还是很讨厌你。一路顺风。臣谢皇上的讨厌。